信，你还愣着干嘛？上去跟本宫上他的嘴。这，贵妃娘娘，白氏刚刚答应，不懂规矩，若现在即刻责罚，要是皇上知道了，怕是会有不悦之意。他是皇上亲封的答应，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，云泥之别。何况他敢冒犯本宫，双喜，还愣着干嘛？打！这，且贵妃息怒，贵妃，你也是包衣出身，伺候皇上得了抬妻之荣，与嫔妾又有什么两样？你竟然如此不知死活！双喜，打呀！这，别打了。贵妃娘娘，算了吧。皇后娘娘驾到。